日前，关晓彤同款生菜卷香菜这个话题直冲热搜，咔嚓咔嚓，太有食欲了，关晓彤吃的好麻麻香。这样的生菜卷香菜感觉安排，吃饭是我快乐，说出了多少小吃货的心声。关晓彤这么瘦的原因找到了，看看关晓彤的身材，再看看她吃的饭，人家瘦不是没理由，都很绿色健康低脂肪。女明星不容易啊，都不能随心所欲的放开吃。女孩子看到长得悦目的、五官细腻、身段有型的女明星的时分，都暴露倾慕的眼神。设想本人若能够有他们那样的颜值跟身段就好了。但是实在你晓得吗？女性的好身段也是拼出来的。大概当你晓得他们吃的是啥的时分，就晓得他们不轻易了。好比说，进来看到关晓彤未送福利开吃播，看清她吃的器械后，再也不倾慕女明星了。